大家好，我是肖克乐，今天呢给大家录一个皇上发红包，喜欢的哥哥帮忙点点爱心哦，谢谢。皇上，你每次发5块钱的红包，却要把它分成300多份让人抢，更可怕的是我竟从未抢到过呢。300多份的红包啊，瞬间被抢光了。为了抢红包，臣妾手都搓出血泡了。臣妾抢不到，臣妾抢不到。